啊，白龙雪难得早起，我们来记录一下肺片。这个就是那个啥，护士阿姨姐姐们他们中餐吃饭的样子。因得外带嘛，然后叫了一些东西进来这样。那个看，哎、欸、哦，叫便当哎，现在刚才看到真赞嘞，感觉还不错嘞。你可能来这嘛吃神哦。哎、欸，你池上面包是饭包是伫对，焖鸡是伫对。伊第一个是过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唔是伫太多家嘛。哦。啊，所以啊，你外送是几条才有咧送？外送你伫对啊？无啦，我拄搬来才无偌久，我阁唔知影，我拢无伫食，我都乌白白啊。搬来食，啊你搬来到哩？啊，啊就附近尔。附近啦。系啊。啊，五点。五点嘛吼、哦嗯。哦，好好，谢谢。嗯、好，多谢哦。没有，因为这个蛮好吃的，我有吃过。好，谢谢阿杰啊。哇、哦，安尼都袂歹，这个是算一种那个啥，医院他们午餐哦，医务人员午餐是到底是怎么吃的，就是大概这样子啦、啊。阿杰啊，所以呢，五条阮兜咧叫就无多，无适合啦。好，肺片结束了。